萨利嘎嘎吉西古嘎古，你好，我们是阿美与萌点，那我们今天就先做一个比较短的成果报告。好，往下，我已经讲完。那我们今天就是依照我们的惯例，还是会教大家就是阿美语的每日一字。那我们今天因为配合主题是来电五十，所以我们教了就是约会，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念，叫做那个米乌利，米乌利，然后在一起。不一样的部落会有不一样的说法，那其他有一些部落会讲是那个米葫芦洛，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今天或者是想要跟你的另一半或者是跟家人约会的话，都可以用那个米乌利，然后去讲就是这个时态，或是这个事情。那如果就是大家想要了解阿美语，然后对于发音有不清楚的，是可以欢迎来找我们。那这次报告的进度就会是目前阿美语萌点的状况。那 AU 已经把那个阿美语萌点放在那个 GitHub 上，那喵司机跟那个 ET Blue 也写了一个 Firebox 的外挂，让我们的老师可以随时更新我们的阿美语的内容。那外挂可以新增条目，然后编辑原有的条目，让老师可以新增跟修正字典的内容。那喵司机也透过自动化将字典同字的栏位进行连接，就是 每日会有一次就是这样子的连接。那修正过程中有发现很多问题，就例如说没有办法修正中间空白符号的单词，然后也发现到有乱码的单字、单词等等。那这是我们就是后续需要克服的。那就是爱阿鲁阿鲁马鲁马安古。米加布迪迪尼亚南尔巴德乌斯瓦努阿米斯阿杜萨迪姆南尔吉达吉，就是如果大家对于阿美语或是世界南岛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就是大家来跟阿美语萌点做交流。好啦，谢谢大家。谢谢韦霆的。